性非常高挑帅气的英国足球金童贝克汉和老婆贝嫂维多利亚感情非常甜蜜，夫妻俩常常会在社群平台撒狗粮。不过最近贝克汉迎来48岁生日，维多利亚却不是晒一出两人同框的放闪照，而是出卖老公分享一张贝克汉露出灿烂笑容、穿着非常清凉养眼的性感照片，造福大批粉丝。只见贝克汉头上戴着毛帽，全身上下只有穿着一件白色内裤，露出身上大片刺青，而且照片中贝克汉整个人泡在水里，内裤湿透的模样让他看起来更加性感。照片一出，令大批网友几乎快要暴动，全部都嗨翻了，纷纷留言谢谢维多利亚和大家分享这张帅气又性感照片。粉丝们也纷纷留言祝福贝克汉生日快乐。you